Hello，我是 Sharping。平常你会觉得你的声音好像很虚弱，或是没办法扎实的讲话，或是没办法使用什么丹田的声音讲话，或是讲话没有共鸣、没有音量吗？我们在上一支影片当中呢，有提到如何去打开喉咙发声，它能够帮助你在所谓的发声的时候，空气移动的过程、发声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拿掉紧缩，帮助空气移动这个想法。例如说，原本呼吸，你怎么变成？哎，为什么你可以把声音变干净，变成就可以从哈哈哈哈哈哈就比较干净，所以哼或是吼跟哼吼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去感受一下咬字本身怎么让这里尽量打得很开，不是。很想吐气哦，是很开，然后用身体吐气，喉哈，任何的动作它都会变成肚子紧缩、喉咙紧缩。好，记得哦，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打开空间，肚子呢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微微的想象成，啊，这样就有声音嘞，啊，就有声音咯，不然会哈，或是吼跟啊哈吼。这样子，你才愿意把下巴跟舌头跟胸口一起往下放松，可以吗？好，那当你做对了比较容易的打开喉咙这件事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让你的咬字跟发声更有力量，怎么让你的身体更懂得使用身体空气的力量这件事情。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实验，三个字，十是十，这三个字你怎么念呢？可以念看吗？如果你发现你的脸会这样。十是就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你可以做出同音高，例如说嘶嘶嘶 ，OK 的话，就感觉为什么你改变音高的时候要动脸部肌肉呢？嘶嘶嘶，十是十，或是嘶嘶嘶，是是是，这件事情都很容易发生哦。你看你的肚子、你的胸口、舌头会一起在往上喷。所以记得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形状，像不同的音高。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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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感觉，微微的一点点嗲，十十十十十十，四是四跟四是四十十十十，你怎么扣住那个力量的？扣住空气不爆冲，喉咙不张开的，四是四十是十，给吗？咬字要一样哦，十是十，这时候才慢慢去习惯，原来发声的点是可以比较固定的，原来改变音高的时候不用动这么多肌肉的，原来我在吐气需求的时候是懂得用身体去对抗那个阻力的，可以吗？那我们要开始接的东西咯，接的东西呢就是去感觉一下你在真的讲话的时候怎么让你的咬字有力量，不是说咬字要放松吗？但是放松指的是这叫放松，而不是这叫放松，这不叫放松，这叫偷懒，看到？所以我们做事情呢，就是一样，先从呼吸开始，记得不是嘴巴呼吸，是身体在移动空气。所以当你觉得空气的延长，嘴巴想用力，很正常，但不要，好吗？不要，就会导致你的发声的延长也是用嘴巴，哈哈啊，跟哈，看到？越呆滞越好的感觉，然后憋着气，感受一下憋气的时候身体要保持住还想吐气，感觉一下憋着气的时候舌头、下巴、胸口、肚子要可以放在下面，感觉一下软腭要可以抬得起来，会变成这样，哇哇哇哇哇，是干净的，喂喂喂喂喂，是干净的。这时候开始去练习夸张咬字的时候，感觉一下会不会身体变紧张，会不会想吐气？哇，跟哇哇哇哇哇，为什么没有哇哇？哇哇，有没有？我们高音的时候，或者我们想大声的时候，哇哇哇哇哇，就习惯一下，十是十，那边是可以发出声音的。所以如果今天是哈欠。哈哈，一直找不到地方用力呢。记得夸张咬字，憋着气，
哈，记得哦，保持吐气的肌肉，哈欠。如果你觉得想发声的瞬间，它就是想往上顶，记得你的身体只要做，啊，就有声音了。哈欠，看，喝水，而不是喝跟喝水。这时候你应该会感觉到肚子会有一点点往前往下放的感觉。当你每个字都可以做出所谓的夸张咬字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想象的出来所谓的呐喊的力量是什么，所谓的抬高共鸣的力量是什么。呼呼跟呼然呼然，每个字记得要给吐气的力量哦。呼然，然后呼然是身体吐气的力量，不是嘴巴想吐气这件事情。它跟你在做啊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矛盾的感觉。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让你理解，透过啊，你去感受一下喉部，它是很被动的空气。你看，空气不用去啊就好。可是吐气的延长是来自于，看，所以两件事。啊，而不是啊啊，也不是啊啊啊，两件事，记得喉部很被动的，不用乱动，身体就是每个字都能够找到闭合，都能够找到泡泡音，而且都很能够干净夸张。所以往后走出，你要能够，而不是记得憋气的时候放松啊。放松才算啊！如果觉得很容易会卡舌头的话，就记得想成鼻子，夸张，好好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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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好好好不一样哦，很容易做成舌头用力。那记得就记得带鼻腔，用鼻腔跟身体去记得做你的呼吸。好跟好爽，好爽，好爽，你看，慢慢的力量就出来了。那个力量呢，跟喉咙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喉咙一样，只要记得啊，干净，太软了，啊，干净。身体先从练习大方吐气的保持开始就可以了。你看，保持是很困难的哦。今天教你做憋气的时候，啊。他就没有保持，保持住应该是，我真的把它憋住，可是我的吐息动作还在，你看，所以你要做高音的练习的时候，或者你要做所谓的我要大声啊，做胸声啊，做低喉位啊，各种共鸣的时候，先去练习正确的呼吸移动，罕见划船的时候。软腭打开，肚子放下去，罕见划船，肚子放下去，不要因为想要抬上来的时候而抬到了胸口，抬到了肚子。时是时的时候也是一样，记得放下去，只有上面的想法，保持住。时是时，时。十是十，身体的感受上很像在做啊，你去摸你的胸腹部交接处的时候，它不会往上顶就对了。你看，十不会这种感觉对了，啊的时候它不会乱动，十的时候它很想乱动，十的时候就没问题。是，所以在做用力的时候，绘画的时候有可能会想动，绘画。绘画，记得不要绘画，黑白，你会觉得声音啊变得很直接，直接讲出来的感觉，可以吗？你要做泡泡音的时候，去慢慢找那个字怎么干净，黄跟黄。黄这样
要进泡泡音或者要进闭合的时候，一旦你是很容易舌头用力的人，就像我，从鼻子开始，或从假音开始，再去做闭合，再去做闭合，然后不然你就这样，一定都是紧的，黄黄昏，黑色黑灰色，灰色啊，声音不一样吧？灰色跟闭合夸张，灰色，哼哼，海笑，湖跟。湖畔，当你在做夸张咬字的时候，是可以允许你做出无声吐气的，记得无声才算哦，不然会这样，湖，可以接受，湖畔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吗？就这样，找到轻松的闭合，带鼻腔，带头声感，带狭窄的空间感，但是要舒服。然后胸腔、腹腔开的感觉即可。呼，所以身体在的同时，你要练习一边往下想的同时，它可以嗨吼的感觉，嗨吼。慢慢的，有些人他想要的音色就是那种，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更低沉的声音，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厚实的声音的人，他才有办法去做，才有办法去做出所谓的保持住底下的肌肉，然后一边往上，花朵、恒星、谎话、欢喜、魂魄、回家，然后你如果觉得这时候越讲肚子越紧，记得往下。魂魄回家，魂魄回家，然后去检查每一个字都要有吐气的力量，不是气本身哦，是吐气的力量。回家的时候它就缩起来，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吐气力量的话，它会变成航行、或许、火车、涣散、红色、婚礼，或者是航行。或许火车涣散红色婚礼，而不是航行。或许火车涣散红色婚航行。或许火车涣散红色婚礼，干净有力量。然后呢，夸张咬字，航行。或许火车涣散红色婚礼，有力量夸张，记得不能说回来哦。最后，当你慢慢的有力量的一些概念了，当你慢慢的有闭合概念了，有软腭的概念了，有放松咬字的概念了，练习一下小声讲话。后来跟放掉，一切都放掉，没东西了。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放掉，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放掉，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夸张咬字的时候一样练习身体，放掉，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改变音高的时候也是低音、高音跟低音，放掉，高音、低音，放掉。高音，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干净夸张。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吐气力量。后来寒天狠心荒唐怀念孩子，可以吗？再来讲所谓的假音回到真音的时候，他才有办法。
它才可以啊呼啊呼呼，或是呼啊呼啊呼啊，它才可以呼啊呼啊，它才会习惯。原来我是可以保持吐气力量的，它才会习惯说，原来音高是在音高要在保持住吐气力量的同时去做拉紧的，身体是保持住张力的，软腭是随时在调整，随着音高改变的，可以吗？这影片比较长，那我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些帮助，尤其在唱高音的时候，例如说，好，例如说我希望能够成功啊，不成功我也不想重录了，好吗？我原本会这样唱。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跟夸张咬字，闭合软腭。我很好骗，我很好骗。然后呢？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看，所以我不能。我很好骗，只需要，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然后我还没做夸张咬字，对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跟只需要动用几滴不太一样，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对吗？十四十的空间。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但是两件事很容易啊，在做夸张咬字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所谓的闭合带声带的那个放松感。所以两件事，我很好骗，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而不是我很好骗，只需要，对吧？这有变僵硬。在憋气感的时候，只有声带感觉，然后夸张。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所以如果那场梦魇的时候，上面如果上去了，就感觉一下那的时候我的还在吗？憋着气的夸张的时候的那个憋着气的力量还在吗？那场的吐气肌肉还在吗？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就会深陷，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当你慢慢的杂力越用越少了，形状越来越精准了，希望能够记得小声讲话这件事情，小声讲话这件事情，慢去练习。小声讲话的时候，这里怎么调音高？怎么调音高的？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笨到极点。我忘记歌词了，就到这里吧，可以吗？所以叫肚子往下，空气少，不要主动的从嘴巴想给声音。不要主动的想要吐气讲话，小声讲话，小声讲话，声带，吐气力量不等于压缩，吐气力量不等于很多，这样就这样子了，哇，改变音高的力量一点点，有一点点搭配上你的吐气肌肉，记住，吐气力量搭配上咬字力量，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才刚挣脱的，才刚
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极点，你才有机会慢慢的挑战听讲话的感觉。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极点。OK 啊，那我们就很长的影片，大家自己想办法消化。拜拜。